欢迎来到一花一世界，这一期是一个多肉的专辑，我把它们收集起来当做一个美好的记忆。燕子掌在阳光下变成紫色的了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颜色，这颗宝石花有100多个头了吧，密密麻麻的都不止，太壮观了，好大一簇。这盆江户彩锦非常的漂亮，有开花的迹象，好多的异女心都太多了，泛滥了。翡翠景天包，漂亮，叶子变成紫色的了。迷你型的，现在还是
看看我的玉蝶，漂亮。看看，这是一种糖印吗？为什么不变红？冰梅，窜出好多小冰梅。冬天的颜色有点粉嫩的，粉红哦，窜出好多小 baby。红叶花月，红叶花月。